上班都会酗酒吗？侍酒师跟酗酒师是一线之隔而已。来 Park Nike 喝酒的话，隔天一定要休假。因为 Samilia 很棒，他们会让你醉。你现在猜？就是平常的吗？40小时内。现在已经11:30，我们还没有猜这种东西。你们还在看他节目吗？请停止。我正在招人，好不好？ Welcome back to Drink with Mickey. 今天我们到了 Regent Hotel 这边，我今天要帮一位台湾的 Samilia 女生庆生，就是要看看我平常一个晚上在新加坡喝酒会花到多少钱。好可怕哦！其实有点蛮不想面对现实的，不想知道到底平常花了多少钱。我们这位朋友呢，人缘非常的好，听说他今天已经有切了一个蛋糕了。那我本身。也是有再买一个蛋糕给他。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我对。Oh, you want a still water? No. I want a sparkling. I want sparkling water, but 30% still, you know, like. Oh, finally! Bonjour, les filles. Bonjour, Geoffrey. Are you sure? I didn't say Chardonnay, I said Jura. I'm guessing Jura as well, but... I think I remember that I said I ordered. You ordered yesterday? Yeah. For now? Yeah, for now. Why would you? So that they can chill the wine. 喝酒喝啊！你上班不是都会喝酒吗？太忙了。你等一下可以过来跟我们喝一杯吗？可以，抽一杯啊。五杯。敬你！哇，他们今年都喝到哎。才第二瓶而已。啧。好恐怖，恐怖的夜晚要来了。跟大家说 ，Park Nike 的习惯就是，在你还没有喝完这一杯之前呢，就倒下一杯。大家来猜一下他们在干嘛？他们现在在。Describe this bottle of wine for me. Describe. Wow. What's the sequence?Okay, finish the glass and then you talk to me again. Okay, sure. Yeah, so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这是你们 Park Nike 的 training. Training. 请问一下 Park Nike 的 Samilia 上班都会酗酒吗？侍酒师跟酗酒师是一线之隔而已。来 ，depends what you want to do. Normally after 12 o'clock 我们会变酗酒师。You can say pepper, I would say maybe 12. Okay, 现在是差不多。快到10点，来 Park Nike 喝酒的话，隔天一定要休假，因为在这边很容易醉。这边 Samilia 很棒，他们会让你醉，所以我现在是有一点开心的状态，就是讲话比较慢一点，现在可能要用快转的方式听我讲话。记录一下，讲话走音，我要记录一下，我肯定猜对。这个呢，绝对是 Barolo 2015 producer， 我猜不出来，但是 2015 Barolo Sandrone Levi。谁最 close？ 我最 close， 我是不是最 close？ 谁？我最 close。就。发生什么事？我刚刚代表台湾人，好的，盲领准准猜对，准准，太优秀了，不愧是台湾人，对，台湾人。你是要去做别的事情吧？等我一下，那边有 table 找你，哪里？那边有的，有 table 找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啦。耶！是 Miki 送我的蛋糕，我现在就要抹它。啊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被抹。哇，长大被抹的感觉，很不舒服，好想洗澡哦，好想洗澡哦，摸摸摸。抹来抹去，那你过来，我没有砸你已经很好，我没有砸了。台湾人，台湾人，耶、yeah, ！我也要被抹。好了，抹你嘴巴。哦，谢谢谢谢。什么？哎、欸、哎，抹你抹，哎、欸、哎，马来西亚人。哇！我要抹。我宣，哪里？今天上班呢？今天上班，他被吓到，他被吓到。我是他老板，就是他。就是，现在大家喝的怎么样了？差不多，差不多，这个状况的。如果你在那边 behind schedule， 我跟你讲，你就不是台湾人。谁 behind schedule？ 谁 behind schedule？ Miki 黄玉文，我现在干杯，我拿干杯，我帮你，我帮你了，干干干，哇！另外一个，我另外调干杯，干，可以吗？可以吗？台湾人就是可以。台湾人没有不行啊，台湾什么可以？台湾就是可以，因为他怎么 behind schedule？ Angel 也可以， Angel 可以， Angel 寿喜也可以。哎，最后来 behind schedule， 人家要催你，催皮。Henry， 那我催你。I can see to see 证明 we have the show。 哎，九二，快不要笑，不要笑。哎，我没有酒，姚斌，这边有酒，这边有酒，这个谁的酒？我不知道，随便。哦，我喝完，那他们等下还要再点呢。这个拍谁？可以细说，慢慢细说。你是，那你现在猜百分之多少是 Pinot Noir， 百分之多少是 Chardonnay？ 60吧，60 Pinot Noir。40小内，为什么要在半夜？现在都已经几点？现在已经11:30，我们要不要猜这种东西？你们还在看他节目吗？请停止。然后国内在招人，好不好？国内在招人，招什么样的人？优质的服务生，然后可以跟我们学习葡萄酒，可以跟我跟黄玉文一起在新加坡喝的开心的烂醉。说到，其实就是我这一集影片的重点。正负，我们要看一下多少钱啊？哦，所以是1120，60，所以今天晚上全部的账单是1120.9，对吧？我看，我不然算一下。我觉得差不多是新加坡晚上一个人出去的价格。也蛮贵吧？嘛，旅行。那本来台湾是4800，4800 per night 啊，几百。谢谢，感谢你们，谢谢捧场。Magnum，Double Magnum 应该是。Magnum。拜拜，欧巴。或者 bamboo 或者 razor fan， 屏东有。加油 ，Vincent， 我问你哦，你一个晚上出去大概都花多少钱？一个人200。我一个人啊，2.5元大麻地。啊，2.5元什么意思？你就是吃喝玩醉，吃完。对吧 ？Maxi 200咯，因为我们如果你要爬梯的话，我们一定会找那种比较熟悉的店啊，就是有朋友照的地方。吃加喝吗？嗯，吃加喝差不多吧，200。今天这一集的就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一个晚上 prepare 大概付200到300块的状况，是你玩得非常舒服。老板，我的电话了。那就是不要喝很夸张的好酒，就是一般200到300块是 OK 的。好喽，就这样喽，大家晚安，拜拜。